希望你们最后一排啊有个好运气，能够给我们今天的第一关有一个漂亮的收尾。请听题。第五套人民币20元纸币背面的主景是 A 长江三峡， B 桂林山水。开始。谁还记得20元纸币背面到底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桂林山水。 B 几家欢喜几家愁，我从表情已经看出来了，有人去了长江三峡。来看一下他们的答题情况。几乎全部正确，只有一个男生。张杰老师，人民币它是上面选的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国家的标志性的景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那么桂林山水呢是我们国家比较典型的就是岩溶地貌或者叫喀斯特地貌，那么它是以风林风丛平原为特色的这个地貌，那么以这个奇石洞穴然后呢还有比较漂亮的这个漓江的风光为特色。